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财幽灵。这期给大家带来不解的技能演示。我们先看一下一技能，本体状态下的一技能，三个攻击键，它的攻击方向是不一样的，上段、中段、下段。咱们再来欣赏一下本体状态下的第二个技能。这个技能攻击的距离比较短，所以你必须离对方非常近的情况下可以使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本体状态下的第三个技能，这是一个高速移动的技能，根据你不同的攻击键，它的这个移动距离也是不一样的，同时你可以配合攻击键发动攻击。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技能也是一个特殊移动的技能，在地面制造出拉链，然后潜入以后，我们再配合后续的按键触发技能，可以在不同的方位出现，不同的按键它出现的地点不一样。我们再看一下上方的这个按键，离得太近的话就看不出效果，在远处可以看见效果，可以发动奇袭。好，咱们来到替身状态下的第一个技能，是一个近拳连打击，上段攻击，击中后直接把敌人放倒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替身状态下的第二个技能，这个技能是本体和替身同时展开攻击啊，他们俩直接是把手臂变成拉链伸长展开的攻击，对手被击中以后直接被放倒。咱们再来看一下替身状态下的第三个技能，这个技能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实用，三个攻击按键它的这个攻击距离也是不一样的，对手被击中以后也是直接被放倒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技能，这个技能在地面制造出一个移动的拉链，然后根据你不同的攻击键，它的这个攻击距离也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我们来欣赏一下投技和挑衅技。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必杀技和超杀技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不解的特殊技能，也就是变僵尸的状态。恢复少许的体力啊，和大乔那个性质差不多啊，但是也有细节方面的不一样，因为他可以用气槽，大乔是不可以用气槽的。